唱春生模仿小 S， 阿布回家竟然没人理。姐姐会不会开始担心啊？因为她实在是太漂亮了，风马会被盖过哎、欸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她比我漂亮很多是不是？妈妈回家啦，左边有人，都不会迎接母亲大人吗？现在小孩都这样了，你都没有妈妈了，你是弟在家都这样子吗？很搞笑。不是。